伊人看起来真怪怪的，怪怪，怪怪啊！不要搞，啊，怎么想？反正就是，都那种财务那么实在的不？反正他也不太会理人家，伊嘛没看报酬嘛没安弄，不太会理人家，啊，人家也不太会理他那种。你比国公无讲介好啦。哦，伊伫美国过了无讲介好。嘿嘿啦，那个在美国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了哈。因小妹无治疗，又倒来遮，倒来整理厝的。偌久进前？哦，几年？前年，两三年啊。他那时候回来就是什么自己挂国旗，说什么他从美国回来，怎样怎样。啊，我们又不太理他，我们也不认识他。我慢慢的也说，他敢跟拍照吗？没，不会。伊人看起来真怪怪啊，怪吧？怪怪啊！不要搞，啊，怎么想？反正就是都那种财务那么实在的不？反正他也不太会理人家，伊嘛没看报酬嘛没安弄，不太会理人家，啊，人家也不太会理他那种。那时候他回来就是外面都摆挂国旗，那时候有挂国旗，然后特别好像标榜就是说他从美国回来，那时候我们知道。他是挂台湾国旗还是美国？有美国挂美国国旗，挂美国，真的真的真。你美国讲无讲介好啦？哦，伊伫美国过了无讲介好。嘿嘿啦，那个在美国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了哈。儿子当好像当牙医也做得不错了。他儿子哦。嘿嘿嘿，两个儿子，他在美国有两个儿子。哎，我在伊生活上起码可能咧做好多什么料理的讲师，换了他换了一番教授一番的。你喺美国咧做诶，等于料理诶，饭烧诶。伊诶经历干呐，学经历干呐，有迄个部分。哦，料理诶，讲师诶，迄个。大概写就是这样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4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。台湾最温暖、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